不是这样，这个是我之前的高中同学啊。那作为就是自己的朋友嘛，肯定会有担心什么的。这种聊天，我感觉现在就是网络上这种宝贝啥的还是挺常见的，可能是我之前没太有边界性吧。我说的那些话确实有点过分了，但做饭那个事情，是我觉得就是频繁联系可能会让他很生气伤心嘛，我就在避免这些问题了。那就不联系了，就是我在避免，我不是故意要跟人家发生什么东西，他就一直在误解我。你说的跟你做的根本就不一样。正常的男女关系哈，你打的电话报平安很正常，但是每一两天你就要跟他打一次视频电话，一次打一两个小时。哪有那么严重？就有这么严重。咱俩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，好，人家电话一来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，要一两个小时解决不完。这个是同一个人是吧？是的。没有一两个小时打个电话，就是平时都闲得没事干吗？我们把它确认一下，男朋友说每隔一两天就会跟这个男性朋友打视频。是有打视频，但是没有那么离谱啊，不可能我晾着他两个小时都在打吧。就是打一会儿，那他每回打都不开心，而且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说了，就是得有自己的社交圈吧，我都跟他讲了，我还怕他生气。那我听明白了啊，这件事儿我们先放在这儿啊。这个我想正常的男生大概都会吃醋是吧，你能理解哈。是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也道歉了。但他就是一直抓着不放。好，女生刚才说了一句话，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边界性的，是不是随着你们这种争吵后来就好了？没有，之前就是我有一次我外出拍摄，我拍摄回来满足。